本台消息，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号致电夏尔·米歇尔，祝贺他当选欧洲理事会新一届主席。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，当前中欧关系发展势头良好，双方各层级交往密切，务实合作成果丰硕，人文交流有声有色，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富有成效。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，不仅符合双方共同利益，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繁荣。中方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我高度重视中欧关系发展，愿同米歇尔主席一道努力，推动中欧和平、增长、改革、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，造福中欧人民，为世界发展和稳定做出更大贡献。